坦诚哦，像那个本市区土区五堵国小借到校园哦，财务嘛，警方现在哦那个哦清点哦，厘清那个。那接连获报辖内某两处学校，那通报校内有不明人士入侵，那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。远警到场后，发现一名女性男子，那涉嫌夜间侵入那个某校园内，行迹可疑。女男一发现我们远警之后，那拔腿逃逸。那警方立即展开围捕行动。那其中本所一名女性女警不畏危险，加入追捕行动，将女男逼到校门口围墙。那这名重达90公斤的女男，那攀爬围墙后，跳落校园外。那企图逃逸，那当场遭本所支援的警力那个逮获。那原警在女男的身上起获出新台币385元的纸钞及硬币，超商的礼券200元，超商的储值卡等赃证物。女男坦承连续侵入校园内破坏门窗，窃取教职员的财物。那警方询问后，依窃盗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扩大调查侦办。女男是否另涉及其他刑案？